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哪里有问题。那我都知道呢，大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大家防疫已经防疫的非常的努力，还希望说大家继续努力加油撑下去哦。那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我们每一家每户一定都要有口罩啦，有消毒液啦，还有这个洗手液，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里可能还有这个额温枪，就是测试你温度的，都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必备品。那随着这个全球疫情呢持续的都在升温，有很多的国家呢就甚至陷入到了这个医疗崩溃的窘境，像是印度，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很多次的，那里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像是他们的重症的病床使用率已经是高达 100%， 他们的火葬场的遗体呢是已经用叠起来的，好，这个画面看了真的是让人很心酸。最重要就是他们的医院里面还出现这个供氧呼吸器严重不足够的问题。那么反观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呢，卫生部每天都公布大概有5000-6000的确诊病例，都让我们马来西亚人非常的担心疫情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然后会不会面对像印度一样面临这个氧气缺氧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家家户户现在已经兴起了一种购买氧气瓶或者是这个制氧机的风气，以备不时之需。可是呢，就很好奇，就是身为普通市民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不需要参考医生的指示，然后去自己来购买这些设备吗？对呀、如果乱买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而且我们真的会用吗？今天我们生活哪里问题呢？来做客的就是来自古晋 Shine Pharmacy 的药剂师 Christina。Christina 你好 ，Hello IB，Hello 美玲，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 Shine Pharmacy 的药剂师 Christina。 生活哪里有问题？ Christina， 我们都知道我最近 Shine Pharmacy 也开了分店哦，就恭喜你们。对，这边我们刚刚就是在 Waterfront 那里还开设了一家新的分行，很漂亮。By the way， 那个装潢超级漂亮的呀，有空可以来我们那里，还有咖啡哦，很好喝的咖啡。好，一定会到场的。那不知道 Christina， 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民众啊，到Shine Pharmacy现在购买的物品当中比较多，还是哪一些物品比较你常看到的呢？还是口罩比较多吗？还是说洗手液、消毒液的这个销售已经开始逐渐下滑了呢？其实因为进入疫情到现在其实都一年多了嘛，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口罩啊，我们的洗手液啦、额温枪这些，其实家家户户都已经是日用品了。所以就像你去超市采购这样子，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日常生活已经会采购的。所以陆陆续续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是有人会购买，就是口罩购买那些消毒液啊，这些等等都是一直还有的。对，因为是一个生活必需品了。那我们也看到大家防疫的这个意识已经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我要为了预防我们可能会变得像印度一样这个氧气不足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民众自己添购制氧机，还有囤购这个氧气瓶。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过去的就是这两三个月里面，就是我们也收到就是更多的就是可能是walk in 进来的顾客，或者一些我们的熟悉的病人们，他们就会开始咨询更多关于制氧机的这些氧气筒啊、氧气瓶的这些inquiry， 他们就开始比较多问说，你们有卖这些东西吗？像我需不需要买来家里放着呀？有没有什么选择这样子？可是其实到底是不是一个必需品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医师指导，然后根据病人的情况才可以使用的。如果像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讲，就算你觉得短暂有点呼吸难呼吸等等呢，其实可能不是制氧机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从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究竟这个制氧机其实它是怎样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呢？对，在市面上应该大家所认知里面的，你应该会知道，就是一个大大的机器，也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一个行李箱这样的那个尺寸的一个机器，然后价格就可能就四位数起跳。
然后啊，每个人就说这样的话，我家里是不是要放一台？如果到时候医院不能收我的话，我是不是要在家里自救？所以大多数的病啊、一些病人们，甚至是一些可能没有确诊者，可是就说我家里的人都 OK， 我们也没有什么出去，只是说要以防万一，所以他们会想要买这个制氧机。所以制氧机它其实是通过它抽取我们空气里面的氧气，它进行分解，因为我们空气的氧气呢，里面的含量大概是大概20%-21%左右，就是我们日常现在呼吸的，它里面含有的就是氧气指数是大概，对 oxygen concentration 大概是在20%+，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是包括氮气，就是 nitrogen 都在里面的，所以在制氧机他们抽取那个外面的空气进来之后，他们分解掉把那个 nitrogen 这个氮气的过滤之后，他们就会产生大概在95%的那个氧气指数，然后给予那个所需要的病人来呼吸，来吸取进去身体。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把一个普通的空气，一个21%的氧气变成一个高、就是比较高浓度浓缩的那个氧气来给予我们。所以这个跟我们在医院看到的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一些人会有一些混淆或者混淆，就是说他们觉得是一样的东西，在医院他们需要靠一个呼吸机来呼吸，那么制氧机跟这个呼吸机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有些人会以为说啊，我买这个制氧机我不能呼吸，我就靠它就可以呼吸，那个是错的，它不能帮助你呼吸。在所以它只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存量，对纯度，对。至于说你讲我是在喘不过了，我不能呼吸了，你还是说你的肺因为可能感染上冠病而导致你的肺，我们讲你的 lung collapse， 就是你的肺已经不能自主工作，你给他很多氧气都好，他其实也不能做工的，你需要的是能够呼吸，你要能够呼吸。但是所以医院用的他们不只是有氧气，他们还有呼吸机叫做 ventilator， 你应该会看过这些字眼在就是不同的新闻啊报道啦，你会看到说医院缺乏一些某些设施，然后这个呼吸机是可能其中一个重症病患里面就只有几台机器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它跟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你看电视剧所看到的是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制氧气跟呼吸机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是，那我们看到像民众啊，其实关于到买这个制氧机的部分，我一直都很纳闷，这个价格啊，刚刚我们就有听到嘛，就都是4位数以上，对不对？对。可是我竟然有看到在网络上面有人就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但也没有非常的便宜哦，就接近可能也是要接近4位数，对，3位数以上。所以我很好奇，其实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决定说这个制氧机的品质的好坏呢？其实价格本身不是决定它品质的好坏，可是制氧机呢，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属于一个医疗用品、医疗器材，它不是一个家庭电器或者家庭用品。它跟我们的普通我们放香油的，你讲的 humidifier 这些东西哦，是不一样的机器，也不是我们普通买的空气净化器那一种类型，它不是家电。它是属于医疗器材，所以价格呢是跟着不同的厂方、不同的牌子、不同的国家进口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大概都是4位数的那个价格。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不是价钱谁贵谁好，而是它有没有注册。它一定要跟我们的国家卫生部，就是你如果上网找的话，你去 Medical Device Authority MDA， 所有的医疗的器材、医疗的用具都需要注册，包括我们常常看到的血压机、血糖仪，这些其实都需要注册。这是为了确保这些仪器呢，他们是通过就是卫生部的验证合格，所以你买回去这个东西是准确的，是可以使用，而不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或者给你错误的一些指数。所以这个注册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它的价格其实。所以如果网络上你购买的管道，比如说是合格的药剂行，然后也是产品本身是合格有合格证的，那么那个价格就不是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跟人家就是可能只是网卖，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卖家是谁，然后就说我这里有一批非常便宜的货源等等等等之类的话，你要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注册。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民众哦，他们就是因为网购，他们一定也会把它说到天花乱坠嘛，对不对？就说了它非常的好，它价格也很便宜，最重要他们还说我们是有得到国家认证认证的。对，这是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上网找。对，所以人好像每次都是缺乏最后一个的动作，就是我把它买下来，但我没有真的认真去查它到底是不是有国家认证。对，如果说你去那个官网，其实你就查得到了。好，那你能不能够就是跟我们的民众就是稍微的再讲解一下，为什么得到国家认证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呢？对，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国家认证，那么这个产品它到底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氧气是真的是真的是氧气吗？还是你吸进去的不是氧气？你根本无从得知，因为没有任何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审查，任何的细节，就是我从哪里管道，哪里有什么好看，我就拿进来，我就售卖给大家啊。这样子的话，那么其实那么卖给你的那一个人，请问他到底会不会有医疗的知识，还是有医疗背景，比如医师来跟你说，那么这个我需要调到这个氧气是多少立克，每一分钟要多少立克，多少公升，给予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情要多少多久？那么呢，它的那个氧气的供应的那个频率是要怎么样的？他们能够跟你解释吗？他们能够教你吗？那么当然是，答案是肯定是不能。他就是跟你讲，你就打开放水进去压了，把灯它就跑了。哦，对，很不负责任。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是说你打开机器放进去就随便就量一下OK， 它有东西出来你就可以吸了。那要吸多久？怎么吸？为什么你需要吸？我感觉不舒服，我就吸吗？等等，对，是。如果我们错误使用氧气，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一些负担呢？其实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死亡。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喘，我很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够氧气，呼吸不过来，呼吸不过来。那么其实呼吸不过来这几个字，它包含了很多东西，包括你心脏也许有问题，也是可能呼吸不过来，你的肺进水也是可能呼吸不过来，比如说你身体的营养或者一些某些盐分缺乏了，尤其是老人家，他们可能长期的营养摄取不像年轻人吃这么足够，可能他们没有什么胃口啦，吃的东西不够啦，所以导致身体的一些盐分失调，他也可能会觉得喘不过气。就是有很多原因导致一个人喘不过气，那么这些原因不是吸氧气帮得到的。你分分钟，因为当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点，就是你身体是你呼吸的时候，那个瞬间它吸进氧气进到你的肺，把这个氧气过滤到你的血，到你的心脏，再打出来去到每个身体的细胞。如果你过度的供应你身体很多氧气，那么这个平衡点就会 shut down， 它就会关了，它就不能够平衡。那它现在就是进有出啊，有进有出。对，它到你的肺到你的血，再到你的各个细胞，它是一个循环，然后再把二氧化碳排出来。那么你就一直很多，一直进什么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做氧气中毒的现象。所以，对，氧气会中毒的，它不是一个无害的产品。不是你觉得说我喘不过，我碰两下我就过了这样子，它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但是所以它这个其实一定要有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情况决定要怎么使用，没有可能说就算你觉得我好像很喘，我可能细了会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你的这个不舒服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对，我们一定要对症下药。对，不可以乱。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很多人会担心。的确。那可以稍微请你让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氧气中毒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吗？就如果万一有人吸入太多的氧气，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对，因为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像我相信大家很知道，像抗氧化这个字，大家都蛮清楚嘛。所以现在很多可能一些产品啊，他们都会主打抗氧化功能等等。像如果你过度的氧气进入你身体的话，它也会产生氧自由基。然后如果它提高的话，那么你身体原本的那个抗氧化功能它也会失调。然后比较多人可能你比较可以感觉到是第一，他可能是肺部开始出现问题，他可能会有一些咳嗽呼吸，反而会呼吸困难的症状，甚至一些人可能会有羊癫恶心呕吐的现象。可能等你真的发现好像不大对劲的时候，你真的送他去医院可能也太迟了。哇，因为他的症状不是说像我讲你病了就一定是第一这个马上这个症状，他可以看你是肺部氧气中毒、脑部氧气中毒、哪里中毒，所以症状他可能是一个一个慢慢出来的，等你意识到哎，我好像吸太多了，哎，可能太慢了，对，所以他是一滴一滴的在累积，然后是在你完全没有意识的怎么样的在使用那个氧气，所以可能你完全不必要是一个健康的成人的情况下，然后你自己觉得我最近好像很累哦，就是可能需要补充一些气给他自己哦，好像比较顺，那么就贸然使用的话，或者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担心或者焦虑说我会不会可能我跟别人有冠病的患者有接触到，我会不会是 close contact 啊，他们可能开始担心。然后其实在心理上的担心也会导致你身体觉得我好像很累，好像喘不过气，这些都是不同的原因，包括从生理到心理上的因素都会导致一个人觉得呼吸困难。所以说其实大家也这个时候能够做的就是说大家要冷静哈，对，有的时候要如果说有对、对，如果有不舒服，那么当然是马上去医院叫医生先检查，你有检查了有指标了，他就能对症下药。你贸然自己买的话，尤其是很多人担心是家里有老年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说我就买了放假，我家老人觉得说哦，现在疫情不要去医院比较好，我在家里自己给他用，这样不是好咯？可是他老人家就是因为他年老年迈了，我们更需要带他去看医生。其实医院他们采取那些防疫的措施比我们更加的严格，所以你应当去就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如果老人家真的有任何所谓的呼吸困难症状，那么以他们的年龄层来说，他们同个时间患有其他的疾病，像可能你讲说心脏病啊、肺部的问题啊，甚至是因为抵抗力下降导致肺部感染，不一定是冠病，讲我们普通的肺部感染，那些都有可能导致他呼吸困难，这样子的情况是完全呼吸机帮不上忙的。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除了就是要冷静之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自己当医生哈，不要觉得好像他这样不舒服，他一定就是 COVID 症，那其实搞不好没有，因为呼吸困难它背后的原因实在是太复杂了，实在太多了。对，对，你既然不是专业，氧气太多也会呼吸困难。是，没错，氧气太多还会氧气中毒呢。好，这个时候我们请Krista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其实除了氧气机之外，我发现民众还有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但同样也是为了要供氧的，那就是氧气瓶。下一段回来，生活哪里有问题，继续聊。好，生活。哪里有问题？欢迎回来，生活哪里有问题？那上一段呢，就有 Shine Pharmacy 的药剂师 Christina 带我们了解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买制氧机，而且制氧机跟我们认知到在医院里面的那台大机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真的就是听信谣言哦。就是再加上说，大家我也想能理解了，大家现在很恐慌、很害怕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想要买这样的一台机器，对，囤积在家里面，紧急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但其实如果你乱买的话呢，反而还浪费钱，还会伤害到你生命啊，得不偿失。欢迎回来，那我们线上呢还是有 Christina，Christina 你好 ，Hello， 你好。那上一段其实 Christina 就有讲到哦，就是说其实这个制氧机呢还是需要有医生专业的这个指示告诉你说哦，你家里有怎样的情况，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才允许在家里需要去添购这个制氧机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民众很纳闷，那到底怎样的人家里才需要有一台制氧机呢？ Christina，
对，其实这些病人的话，他们都不会是说在家里忽然间出现，然后就贸贸然医生就打个电话跟你说，哦，你是要买一个机器给你的父母啊，给谁使用？比较多其实都是这些病人，也许他们是刚刚从医院要被就是 discharge 出来，他们的身体情况是属于相当还算是稳定。然后医生说这样你可能就可以回家，然后就他们会教你怎么样的去调整那个氧气的那个纯度啊，他的那个怎么样去调他的那个药剂的那个速度啊等等，跟会教导你在他们让你带病人回家之前，或者一些可能癌症病患者也是，可能医生也是会建议说他们可以在家里可以备着一台，然后怎么样使用，他们也会教导他们，不会说跟着，如果说像有些人讲，像我认识家庭医生，那么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如果我的父母不舒服的话，那么还是我家里的人不舒服，他们就可以用电话跟我说吗？这个也不行，因为他没有检查到那个病人的话，他不能跟着你所说的症状，因为他没有任何指标来参考，他不能只是说哦，你感觉喘，那么我叫你就叫你这样子用哦。那么这个跟我们自己贸贸然使用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没有去就医，也没有去检查，你只是跟着一个我们看到肉眼看到的一个症状，可能后面是有其他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还是需要做一个比较深入而且很透彻的一个解释。对，才能够知道。如果你需要，他们会建议你买的，他们会跟你说，那么这样子可能家人回家的话，你可能比较好，你就备用一台放着。然后他们也会建议说，同时间你放着那个，你是可能会需要那个血氧仪，但你给他吸的时候，你是要帮忙就是看他的指数怎么样，也不要给他用过量，到最后反而是氧气中毒等等这些，在可能出院之前还是说医师都会建议咯，他们都会给予正确的建议跟这个病人的情况而给你一些建议的。这个制氧机呢，刚才 Ivy 他就有提到了，民众呢也开始积极购买这个制氧机呢，价格相比起来更为亲民。对，它叫做氧气瓶。嗯，然后我们看过它的价格，大概是一瓶35令吉左右。太便宜，知道吗？夸张，四位数和两位数的差别。所以就是Christina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就是这两者之间，这个制氧机还有这个氧气瓶，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然后氧气瓶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好坏之分？因为其实市面上现在，如果你真的是去深入去调查去了解的话，你其实应该没有看到说药剂行在售卖这个氧气瓶，比较多你都是可以在网上购买到，或者是 Shopee 啊，那些就是网购的网站，你都会看到的。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注册，像我所说的，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建议说民众就贸贸然买了氧气瓶，你觉得不舒服，就像用药这样盖住了，然后就碰碰两下吸一下。其实是没有那个必要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会知道，就是所谓的氧气 oxygen cylinder 或者是 oxygen tank， 就是可能比较大的氧气桶，或者是一个大概比较可以背包型，差不多一个手肘的这个长度的一个氧气桶，它比较轻便一些。这个通常的话也是医师会建议病人去就是说拿来备用，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制氧机，它是靠电源来操作的。可是如果家里真的是有一个病人需要这个制氧机，那么万一停电的话呢，万一机器故障的话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备用给这样的病人，因为这种氧气桶或者那种比较轻便装的氧气瓶呢，是需要再 refill 的，你用完那个氧气它需要再拿回去厂房再 refill 那个氧气，然后他们才能够再使用，所以这一种它也是要注册的，价格可能在大概1000多块左右也是有的，不过它就不能像制氧机是你可以一直的使用。对，因为制氧机它是透过抽取旁边的空气，所以它可以透过里面的那个整个功能去制造氧气，不过这种氧气桶或者小的氧气瓶呢，它是需要 refill 的，然后也是要有合格证的就是厂房他们才可以做了，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你吸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气。哎，也对耶，可是网络上面的真的是它的价格实在很吸引人哦，有很多的民众都说才30多块钱，我家里就可以有一瓶，我随时都可以拿来用的。如果说我今天不舒服的话，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它没有国家认证，对，你不知道你吸入的是不是氧气，对呀、啊，所以它里面，它里面还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气体呢？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道的。对，没错。
那其实除了氧气瓶还有制氧仪之外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血氧仪，就小小一个哈，就是让你做一个检测血氧的，没错。因为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呢，我们发现到血氧饱和度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健康指标。那在国外呢，就有很多人就认为哦，你家里可以不用有这个制氧机，你也可以不要有这个氧气瓶，但是你起码一定要有一台这个血氧仪。那对普通人来说 ，Christina， 你觉得我们真的有需要吗？其实我这个也是在最近的这应该是两三个月里面，也是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来药剂行咨询，就是关于这个血氧仪的那个机器。其实血氧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仪器，它其实一路来我们都有在售卖的。然后其实都是因为一些病人他们可能在出院之后，他们是需要去测量他们的氧气指数，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用这制氧机啊这些，所以那么医师就会叫他们你需要去买一个血氧仪来在家里自己测试。那个就像你在医院里面看到病人他们的病床边，他们都会夹着一个这个手指头的，所以他就会测量他的血里面的氧气饱和度。那么其实我们很多顾客也说啊，卫生部也是有提起啊，大家可以买一台。如果你深入的去看正确的报道的话等等，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建议说，如果你家里是有确诊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确诊者，他们可能不是在医院进行隔离，比如说是无症状病患者或者是轻度的病患呢，他们其实被允许是在居家隔离的。那么这样子的病人，因为你不知道说他会不会演变成更加严重，或者甚至他的肺部其实是有受到冠病的感染，可是他外表看起来可能他的心脏够强等等，他看起来就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他们会建议说，那么这些病人他们在家的话，那么你是可以自己自行检测，如果你真的有看到那个指数是哎好像不大对，那么就要马上去医院的，就是你可以打给救护车来，当然因为他本身已经是确诊者了嘛，他当然是不能到处去外面走。那么如果说真的联络不上救护车的话，那么家人可能如果带他去的过程，你们自己做好防护措施，然后去医院的路上也是打电话说就是要通知院方说我现在就有一个病人，我们来自医院，因为指数不好等等这些。如果真的是来不及等救护车，你觉得那个指数不是很好，那么你想要紧急就医的话，那么记得要跟院方联络等等。对，可是因为OK， 那这个血氧仪其实如果有说有一些人 OK， 他本身也没有接触过确诊者，他自己当然也不是确诊者，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在家里放置一台，就以便他你知道就是可以时不时来做一个测试，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呢？还是说就关紧张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只是很多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会觉得买了一个心安，但至少如果你真的你有一个东西在家里你会比较安心的话，那么是可以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说不要太过紧张或者太过恐慌，因为那么那个也会让你导致你总是觉得自己会不舒服，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可是你是可以测量是没有问题，因为它那个就是跟着你的手指你就是夹着你就可以拿到号码了。可是像如果你有指甲油啦那些的话，那些其实也会有影响的。像如果那个病人本身他心脏有一些心跳不规律的问题的话，那么那个血氧饱和度其实也可能他的那个正常的指标就跟可能普通人就稍微不同一些些，所以那个人本身有什么身体状况或者健康状况也是会影响他的所谓的正常指数应该是在哪里。所以我们通常也是会教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太过紧张，如果真的有看到一个号码真的稍微偏矮一些些，那么也是要马上去找你的医师去做比较多的检测。那么 Christina 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他们用这个测血氧来看他的那个血氧的饱和度嘛，那么想请问就是他的指数是位于多少到多少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那个水平呢？对，如果说我们就以一个大概平均来讲的话，通常是在95%以上是属于正常的。当然如果说你身体有某些健康状况还是什么的话，那么医师会跟你说，那么可能你的在如果92-93%还是接受的范围里面，或者是一些老年人非常年迈了很老的老年人的话来讲，他们的指数可能又会有有所不同，他可能跟年轻人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所以通常可是普遍来说，我们是可以说95到100之间算是一个正常的号码。然后血氧仪上面，我们大家也应该现在也不陌生，我们也知道说血氧仪也可以测试到血的氧气指数以外呢，你也是可以探测到你的心跳的那个频率。所以心跳频率来讲，正常人大概是60到100之间。当然你在测量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讲话啦，那个当然是也会影响你的心跳指数。OK， 对，所以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记得就是说指甲油千万不要有，就手是干净的，然后也不要有太多很激烈的一些动作，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对，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去测试一下。对 ，Christina， 就是如果家里突然间有人感觉到缺氧，然后他的家人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如果你真的觉得缺氧，然后他真的很不舒服的话，然后家里你真的是有一台血氧仪，你可以测试。可是如果你测试到你的血氧是正常来讲，可是他却真的跟你说真的是缺氧，还是要去医生检查的，去医院检查，因为他还有其他仪器要检查，其他的指数要检查，他不一定是氧气，就像我们所说的，有很多原因导致你呼吸困难。OK， 所以如果说今天家人他突然间倒地，然后他告诉你说我现在胸口很闷，我呼吸不过来，当然这个时候也不要急着把家里的氧气瓶拿出来给他使用。对，快点带他去医院。好，那来到最后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呢、真的是越来越担心，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可能有一天会像印度一样，可能会崩溃哈。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心里可能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如家里添购一台制氧机吧、氧气瓶吧、血氧仪吧。那最后想要请 Christina 你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如果说希望他可以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理性的去看待现在的整个疫情的状况呢？对，其实疫情陆陆续续也一年多了下来，就我们从 MCO 到 CMCO 到再开放又到回去又 MCO， 这些就是历经过了好多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其实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的就是还是要持续的坚守 SOP。 虽然说说起来是蛮麻烦，就是又要戴口罩，又要洗手，又要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就是说一样的东西我们好像一直在重复，不过这个真的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感染群，像现在的一些感染群很多是处于社交感染群，还是比如说像葬礼之类的一些可能自己的朋友聚餐等等，然后甚至是一些工作感染群，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还是第二剂的疫苗了，我应该是安全的啦，所以大家可能就开始松懈，又没有采取那个比较严格的防护的措施，所以导致这疫情当然就是反反复复。其实你只需要一个人不遵守，两个人不遵守就够了，就那一个感染疫的人他去了别的地方就传播了的。其实所以这个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真的我们不要看到我们的医疗体系真的完全崩塌的话，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算不管国家政策如何，其实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真的是要自律一些些。不，我们也知道说这样一年多下来大家也是很疲倦，说又要这个又要这个又要这个。不过现在其实疫苗接种就是我们国家已经在很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尤其是我们沙尔月也是一直在赶那个进度。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注册的千万要记得去注册接种疫苗，然后接种疫苗之后一定还是要戴口罩的。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外一些地方他们开始接受疫苗之后他们开始不戴口罩，开始松懈，其实你看他们又开始倒回来了，确诊的病例又回来了。所以就算接种疫苗过后一段时间，相信我们的还是要戴着口罩，还是要遵守所有的 SOP， 是新常规了，就是口罩、消毒液，甚至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一些所谓的社交活动，可能还是需要的。就是到真的是我们整个国家达到那一个群体免疫。好，那其实说到真的要让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啊这个曲线给它拉平的话，还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全部都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医疗人员的责任，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身边的人。其实最后呢也要把握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到小编就发信息进来问说，如果说因为听完今天的节目知道说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买到了没有注册的这一个氧气瓶哦，那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时候不敢用了该怎么样处理呢？ Christina 你有什么建议吗？要丢掉吗？怎样？其实还是会建议可能可以找回你们的买家，可以跟他们商讨一下啦。
对对对，然后也不建议就是说啊，只是拿来使用这样子咯。对对对。OK， 好，那今天的生活哪里问题真的是非常感谢 Christina 上来我们节目做客，带我们认识了那么多，真的是长知识。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hristina， 那我们下次再聊咯。谢谢你，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拜拜。